哦，请各位同心就坐，好，咱今要开始上课啊！啊，注意家己的手机要关机啊，无关静音吼，谢谢。好，咱今要开始上课。各位同心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真欢喜，阁有这机会甲大家见面。啊，各位拢是咱。民政府将来的议员，因为我住淡水啊，啊，阮淡水出身海产，啊，所以有一句迄啰笑话，阮称呼议员拢叫做鱼丸，那是笑话啦吼。啊，所以我今日利用这个机会，啊。介绍大家一寡关于议会一般的事务啦，吼、哦！啊，大家交换意见，啊，希望对恁将来的任务有一点啊贡献。今日要甲各位介绍的内容是几点，吼、哦？是不是后边的人会使窗仔门小甲开一下？迄、那个蔡先生，电风扇要不要稍微的开几个？哦，对了对了，人空气比较好一点啊、哦，对吧对吧？有没有不懂我的那个什么火罗威？要不要我讲一点北京话？需要吗？不用了哈，免了哈。好 ，OK， 我来。他下面有这议会，过来，议会任务是下面。啊，议会制度有几种？啊，议会成员是啥物？最后，咱台湾民政府的议会，吼、哦，这几点？下面有这议会，大家应该拢知影啦，吼、哦。啊，用俚语来表达，就是讲一群人带做一个啊，寡妇。依照一定程序，吼、哦，啊来讨论代志的所在，决定那个叫做议会。但是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讲，这群人那买些个称呼做议会，哦，这是通俗的迄个了解，吼、哦。啊，伫咧国家的这个阶层，当然大家拢知影，这是叫做国会嘛，吼、哦。啊，咱地方嘛有议会啊，地方的议会。这无必要解说，大家应该拢知啦吼。啊，议会的任务是啥？讲起来真简单，议会伫咧民主社会，应该是民主社会才有所谓议会的吼。这个议会应该是甲民主社会有迄个不成文化的迄个连贯哦。咱来听到议会。应该是拢认为讲，这拢是民主社会的所在，所以议会是啥？是代表民意，啊咧执行立法权，哦，这两样。啊，具体是啥？代表民意，什么意思？代表民意，因为代表民意的关系，所以议会嘛会使个称呼做。民意机关，
哦，啊，这就是甲政府机关相对的，哦，咱行政机关，咱个讲这是政府机关，啊，这代表民意，所以也是甲称呼民意机关。啊，其实机关实在是政府单位叫或者机关，咱民间的单位那叫做机关。不过这是一种的迄、那个，跟他讲相对的讲法啦，哦。啊，是因为代表民意的关系，伫咧民主国家、民主社会，所以这个单位，这个变作最高权力的机关，相对的就是安尼，主权在民嘛，吼、哦。所以另外称呼做最高权力的机关，啊，是安怎会称呼伊安尼？主要的原因就是安怎？就是这个民意机关呢，掌握财政大大权，因为一个社会、一个国家的财政，这议会伫咧控制，所以咱才尊重伊讲，伊是最高权力的机关。什么人有钱，讲话就有难嘛，对吧？所以这道理对下来，所以咱称呼民意机关。是一个国家、一个社会最高的权力机关，原因应该是对对家来，哦。过来，民意机关代表民意，佮执行立法权。立法权包括啥？那简单直接讲，就是你制定、修改一个废止法律，再抗议，哦，这是上基本的。啊，那范围扩大，立法权包括什么？包括决定国家的大事，哦，啊，国家的大事，佮包括啥？啊，佮几下咧？就是国家的元首、佮官员，一寡议会拢会使佮选举，会使佮罢免，所以。这个民意机关有这个权力，啊，除了这个，甚至有宪法规定，民意机关才有这个宣战的权力，也有批准国际条约的权力。啊，这就是啥，跟咱有关系。美国就是安尼啊，吼、哦，美国的参议院有权力宣战。美国总统也无咧，美国总统若宣战，就要经过美国参议院的同意。啊，所以批准条约嘛是就要过经过参议院。所以咱有旧金山合约，啊个这个台湾管理法，拢是经过美国的参议院同意。哦，所以而且。咱就当了解讲，这个立法权所涵盖范围算相当的宽，啊，因为安尼，所以称呼伊民意机关是最高权力的机关，无错，会使安尼讲的。诶，跳出等来，好来，啊，议会制度有几种？刚才讲嘅两种啦，吼，一个较好说明。当然，以前嘛有一寡，唔是跟他两院制，为三院，为四院，那是古早时代。不过目前，拢跟他这两种较侪，吼。首先，咱来讲，来看这个两院制。两院制就是讲，有一个是参议院，一个众议院，啊，甚至。因为也是个称呼上院跟下院，不过今嘛上院是下院较少人讲，今嘛大部分拢讲称呼或者参众议院、参众议院吼，因为那讲上院跟下院的时阵，听起来讲，哎、欸，是不是上院管理较大，啊，下院管理较少，啊，其实。有真侪所在拢倒摆，哦，等到下院的管理
较大、较大。譬如讲，日本甲美国伊个众议院有优先批准预算的权利，哦，所以讲起来，咱都要讲，因为伊超重财务大权，所以伊个权利足大个。哎，但是清华来讲，我做下院，是有一点啊矛盾哈，所以即嘛上下院的迄个公法较少人用，拢用参众议院哦，而且两院制，起源会使讲对古罗马的时阵就开始有啊，因为罗马时代就有迄个贵族院，啊个平民的大会。哦，啊，那咱近代呢，当然大概就会联想到英国、啊个美国。英国当然伊也阁有贵族院，哦，就是上院还是参议院。啊，美国当然无啊，美国无贵族啊，啊，美国是对英国独立出来，所以伊要封美英国的能议者。所以创造参议院跟众议院，但是美国的参议院可能大家嘛，即马拢知影吼，伊唔是用人口的数字来做代表，伊是用州来做代表，每州会使派两个参议员，不管伊大州小州吼，啊伊目的因为是伫即个所在。因为众议院是根据人口，所以人口多的州，一派众议员当然较多，伊代表性就较悬。啊，因为要好人口较少，而遐州，伊代表性减少去，一旦可以平衡，所以不管大小州，每州拢可以两名的参议员，所以安尼来。两党保底，所以美国的两院制就是安尼造成的。啊，第二次世界大战了后，日本、德国嘛是学这个两院制，而且当然受到美国的影响真大。那么怎样讲，日本的宪法差不多是美国人叫伊写的，吼。啊，其实德国同款啦，德国嘛是战败啊，所以嘛就爱。创造一个新的宪法，啊！德国跟日本无同款的所在是伫多伊啊。德国是战争的时阵，最后德国政府被消。哦，当个联军打入去德国内底，打到首都柏林的时阵，根据历史的记载，到到即阵，希特勒首先就家己自杀了。所以，伊个政府已经等于消灭啦，无政府。啊，日本无共啊，日本美国弹两粒原子炸弹落去了后，日本政府还搁伫遐，日本政府并无消灭。哦，所以有一点啊无共的所在伫这个所在。但是德国嘛是采取这个两院制，哦。啊，你这边来看讲。这个两院制也产生方式不同啊，任务也有差异哦。都啊有讲过，伊个产生方式，一个是根据人口、人数、人头来分配，啊，另外一个方法就是根据地区哦。啊，伊个任务无同款的所在，比如讲预算官啊个。政府官员的任命分作两院来负担来执行，这就是用去看出来讲，伊个任务不同款的所在。啊，到底两院制伊个好处伫倒？会用去防止议会的专制，也是多数的暴力。哦，有两个议会的时阵。要操纵议会就较困难，哦，啊，往往伊嘛会拄着讲，
两个议会是两个无同款的党派，所占大多数。啊，那安尼的时阵，说颠倒会出一挂毛病出来，就是发生啥互相抵制。哦，即马美国就是安尼啊，哦，参议院甲众议院多数无同款的派系，无同党控制，啊，所以有一挂政策要推行就较困难。啊，有这个两院制的时阵，第二次世界大战了后，有一挂共产国家，伊嘛要改民主，伊讲啊，我嘛是民主国家，所以因就创造单院制、一院制的迄个机会。所以讲目前伫个世界，敢若有一个机会的迄个国家，差不多会使讲。那不是共产国家，就是独裁的国家。啊，那不是就是流氓国家、流氓政府，哦。啊，都是流氓政府，无需要我解释，可能大家拢知影，哦。啊，这个医院制伊个毛病伫倒，实行的国家拢讲伊有好处，讲伊个效率真高，无唔对啊。干那一个议会尔，啊，那什么代志？迄个议会通过，啊，就好势啊，唔免经过两个议会，对面遐互相竞争。但是这款情形之下，伫咧一个共产制度，甲一个独裁的制度，有可能发生个什么问题？就是伊个利益化、草率啊，清清菜菜啊，乌白立判啦，哦，所以真侪。共产国家、独裁国家，甚至流亡政府，伊家己本身的法律就是违法，啊，要叫老百姓遵守迄个法律，结果所有的老百姓遵守法律拢变违法，对吧？这矛盾拢发生伫咧这个所在。过来，咱来看议会的成员，当然各位大家拢是将来咱议会的成员啦，吼。啊，即咱即爿在遮来讲的，当然是一般的个吼。议员的产生有任命啊，甲选举，任命参照英国的这个贵族院，当然即嘛目前差不多啊，个用任命的方式吼，指定的方式，唔是用选举的。啊，那用选举呢，即嘛国际上。有两种的选法，用一票的选法，啊，甲两票的选法，哦，啊，大概拢对这个一票甲两票的迄个选举方法，拢有一点仔了解啊，吼，哦，啊，我只是甲大家说明一个两票制度的迄个关键的多一样，照讲两票制度。就是要避免一票这个制度的无平衡的所在，哦，因为一票制度，那算出来的人有可能用一挂无正当的手段去得到一挂这个选票，所以实行两票制度的。这个社会，因本来的出发点就是讲，要推行政党政治的迄个社会，啊，所以第二张选票，就是要选政党，看你要支持多一党，哦，啊，上标准的两票制度实行的国家就是德国，即嘛德国就是用这个方式，当然日本也有安尼。有一个流亡政府嘛，甲学，但是拢学了无正确，哦，拢学偏激。德国的方式就是讲，你第二票选迄个政党，啊，结果迄个政党，然后准有一个政党摕到几趴先，诶，这个政党票的时阵，伊就会当派几趴先的议员
去国会内底。那阵一个议会一百个议员，啊，一个政党摕着政党票30%，伊会用派30个议员入去国会内底。啊，另外，迄、那个选候选人的迄票，第一票，就是直接要选迄个候选人，伊在每一个选区内底，拢会用选一个候选人出来。所以德国在选的时候，有可能议员的人数会增加，原因就是啥？那就是一个政党，伊的候选人比较较受欢迎，结果伊的候选人伫咧伊的选区内底，拢会选赢。啊，伊拄啊咱迄个咧，伊迄个政党那阵退票数30%。结果，伊个候选人伫咧伊个选区内底得到超过30%，诶，迄个名额，嘛是着爱尊重即个候选人当选的即个事实。所以有可能的政党，伊摕着65席，伊个选区内底吼，伊会用赢65席，但是伊个选票只赢30%呀，哦，70、75席，譬如安尼讲，所以实际上实在是伊就爱留25%出来，啊，结果伊是赢30%，哦，照讲伊干那用个派，讲唔对，可是咧，即个数字咧回去唔对啦，那来讲30%。迄、那个就爱变总共75%吼，伊个单位75个，伊用个派75个，啊，伊这边加30%，伊派30%尔，所以伊加出偌济，加出40几个迄个名额出来，所以这款情形是人数的增加。但是伫咧日本甲台湾无共款，咱遮咧用诶得两票诶制度，毋是根据迄个百分比伫咧算，伊是讲第二选票会当得到诶名额是敢若总数内底30%，还是40%，毋是照比咧，所以你若一个政党。赢30%的时阵，伊是30%内底的30%，诶，迄个人数会使根据第二的选票上去国会内底，所以这款比例会影响到迄个政党的迄个平衡吼出问题，所以台湾更是顶回的选举就会这个现象出来，民进党所得到的。迄、那个百分比超过40%，但是伊得到的迄个名额连40%都无，哦，所以伊迄个选举的结果并无表现出伊实际受人民接受的程度。来，议员，因为因着爱新法案。啊，法案大部分拢是行政单位提出來，啊，行政单位真侪拢是真专业的代志，所以即卖现代的议员慢慢嘛有专业化的这个趋势，啊，因为因专业化，所有的时间拢投入一个议会的工作，因此即卖议会。拢以外发薪水给因，所以即马普通做议员的人，拢有薪水通领。但是这个薪水，阁是因议会家己决定的，所以因会受人批评，讲因家己自毁，这么就是问题啊！哦，即马真侪议会会发生这个问题，所以将来咱民政府
这个问题要安怎避免？事先就要考虑好，卡免以后创造这个智慧的问题出来。哦，过来，议员上大的力量是啥？伊的武器，哦，不是枪啊个刀，伊的武器是啥？执行权，伊会当接顺政府甲政府的官员，这个就是伊的武器。哦，啊，那咧执行的执顺的时阵，因为我做免责权，你保护因的安全。啊，这是对倒来，就是对古早帝皇时代，迄阵开始有议会的时阵，啊，议员那点咩议会内底。讲话去伤到皇帝，皇帝就会起膜拜，事后就会个掠，哦，所以会影响议会运转。啊，因为要避免这个问题，所以迄个时阵才会产生这个，或者议会议员的免责权。哦，议员踮议会内底讲的话，啊个投票的这个行为。未使用刑法来个处罚，不管你投对还是投反对，啊投赞成，拢未使个处罚嘞。但是有一个机会会变相，变做啥？变做你积分的时阵，积分的时阵，变人身攻击。你骂遐官员，哦，甚至手机啊偏下去。哦，这款呢不是免责权的范围来的，这是爱受处罚，因为这人身攻击，甲你伫咧做议员，你发表你的意见，啊，甲做你的投票无关系，啊，这就是爱看啥，看迄个议会议长，家己本身，伊的立场安怎，爱徛条位，哦，伊若有正确，有中立。有议员做出这款违规的行为的时阵，伊爱马上制止。我昨我讲一个例，应该爱动一点仔时间，不过有记者来讲，这个会用来证明正确的议会运作，未发生这款不应该发生的吼、哦、人身攻。攻击的代志，就是讲第二次世界大战了后，这个德国被占领，啊，因为苏联开始发展伊的共产势力范围，啊，西方三强，美国、英国、法国，发现讲，若无防止，有可能欧洲真侪国家会去予苏联占去，啊，是讲受伊的影响，啊，变作共产国家。所以，伫咧1946年开始，迄阵美国发动，啊叫英国甲法国，就爱支持因三国嘅占领嘅德国嘅地区，互因成立西德政府，啊互因管家己，啊安尼来避免苏联嘅侵占。所以，迄阵选出西德头一任嘅总理。啊！迄、那个总理，德国人甲称呼讲是老狐狸。伊做总理的时阵是77岁，哦。啊！伊要登记做候选人的时阵，有问伊的家庭医师，讲我这么老啊，会使搁登记做总理的候选人，啊来担任总理，健康上有法度人应付。伊个家庭医师个讲，做一年啊，应该无问题啦吼。啊，所以温准伊登记，结果迄个一日做14年，做啊90几岁，做啊91岁。啊，伊咧做就是建设现代德国个基础起来。啊，迄阵开始做个时阵，立场是倒，伊就是要赶紧予德国恢复主权。所以，拄拄啊，去有两个机会，因为西方的国家要创立北大西洋公约，
要来抵抗苏联的迄个势力，啊，伊一声就赞成，讲势力要加入，啊，势力要加入，要安怎加入？因为北大西洋公约是军事合同，假讲会员国若有受侵略，其他的会员国就爱派兵帮助伊，所以这是军事联盟。啊，西德，你若要加入，你就爱有军队。啊，第二次世界大战了后，德国人一般的迄个观念，拢讲发动两摆的世界大战，千万唔能够发动第三摆。所以，大家拢想讲，德国人以后未使阁有武器，未使阁发展武器，啊，未使阁有军队。啊，结果这个总理即马想咩？阁建军，吼、哦！当然，伊个目的是讲，我若建军，会用个加入去北大西洋公约个时阵，变做啥？正式会员国。啊，那正式会员国，我就是恢复我个主权。伊个动机是伫迄个所在。啊，但是老百姓个误会，讲你要阁建军啊，你要阁发动军事主义，所以干嘛？马讲你是联军个总理。你不是德国人的总理，我迄个气也扑不掉，马上叫伊议会议会长，讲什么人干嘛，就爱个处罚，这是人身攻击。伊讲你无法度证明讲我是联军的总理，你哪会使骂我这句话？所以当场迄个议会会长将讲这句话的人，迄个是。反对派的党魁呢，佮请出去议会外口，不准伊参加，因为伊讲这句话，失去伊的迄个人格就对了、哦、所以讲这个例，予大家参考，就是讲，即款人身攻击，唔是伫咧议会内底免责权的范围内底，大家了解就好。OK， 过来，议会的这个成员，啊，佮有一部分。就是委员会，这当然委员会是议员所组成的。啊，即卖议会呢，议员主要的工作拢是伫咧委员会内底。什么原因？因为即卖委员会是咧准备法案，要交予大会去表决。因为大会大家拢到阵的时阵，迄阵若要讨论，哇，迄足麻烦，人多意见就多，所以无法度通。真容易得到一个这個结论、啊、所以一般即摆议会拢组成委员会小组啊，议案先踮咧委员会讨论，讨论较清楚，但各方面的意见拢讨论过了后，啊有共同的意见组成，啊则将迄个议案提出来大会表决。所以大会，那大家就话来的时阵，跟他举手就好啊，跟他表决就好啊，唔免去讨论啊，就三讲三明吼，无需要这个。而且委员会，原则上嘛应该分做两种啦，一种是经常性，拢有存在，外交啦、预算啦，甚至内政啦吼。什么国家安全啦、啊，这拢是经常性的存在。啊，后迄落临时的，是为着什么调查案件的时阵有专案要调查？上届出名的例就是 Clinton 高炸闹绯闻的时阵，哦，美国的国会嘛，佮成立一个迄、那个调查委员会，要调查 Clinton 看有。哇，遐行为无吼、哦，这就是临时的委员会，就是专案调查，还是讲有啥物议会要讨论的代志无清楚，唔知影，还是要听老百姓的意见，伊话会使开听证会、公听会来
这个经出各方面的意见。好来，我时间我够，搁占两三分钟了哈。上重要来讲，咱即阵的议会，咱的议会本来，咱原则上咱的迄个组织形式是爱模仿琉球政府，可是琉球政府呢，伫咧美国占领的期间内，伊跟他采用一院的单院制，原因是安怎？因为琉球的人口甲面积。面积是咱的八分之一，人口是咱的十一分之一，所以是差不多跟咱的一军吼，诶，迄个范围啊，所以咱袂当采用因这个方式，咱该采用两院制，所以咱的中央甲州将来拢有两个院，参议院啊甲众议院，参议院即马目前决定的。就是每州选两个参议员，啊，伫个郡内底是每州选一个，诶，每一郡选一个出来。啊，众议院呢，咱用人口的比例，伫个中央的迄个众议院是以三十万人选一个众议员，啊，伫个州的范围是以十万人选一个。三星的方式，因为安怎，咱即阵那个是被军事占领，所以咱无要举办选举，所以咱的参议员甲众议员三星的方式，就爱靠啥？靠各位家己推荐，还是受州长推荐派任，哦，所以希望各位家己表现家己有迄个意愿呢。你就去甲州长推荐家己。啊，即马目前咱阿个未当决定的，就是讲咱的参议员、众议员任期爱偌久，咱即马阿未决定。啊，是毋是有一津贴？咱即马嘛阿未决定。啊，开会的时阵开会的特使是啥？咱即马阿未决定。但是将来毋免偌久，大概。会慢慢拢做出决定出来。不过，虽然安尼讲，咱即摆会当做个虾米代志？即摆会当执行个职权，第一立法权。你捌听秘书长讲，咱每周拢成立纪律委员会，所以纪律委员会组织章程，议员会使开始个审查。过来，咱即马军呢，因为会使开始推销 ID， 所以 ID 会拨一部分经费，予军做运动的应用，公家应用，即马就爱做小，所以这方面，咱的参议员、众议员会使开始审查。过来，各位会当做的重点应该是伫遮。虽然咱即马无选举，国会毋是选民所推荐出来，恁代无目前无代表选民的意见，但是就爱拜托恁去吸收选民的意见，吸收咱的讲本土台湾人的意见，所以就是要请恁做这样代志，代表甲反映民意。哦，啊，恁就爱用服务选民的方法，啊，甚至爱教育选区的民众，啊，向选区的民众，若有啥物无共款的意见的时阵，有需要做调解，恁会使做调解。哦，啊，恁即摆用个做的空隙，虽然无选举，就是伫即个所在。希望各位加强甲选区的选民，将来的选民联络，啊，利用咱即阵旧的办公厅，也是已经成立的军的办公厅，较正歹去遐，甲选
跟咱的选民接触，啊，听因的心声，啊，反映和州政府，还是反映和中央，啊，和咱真实的落实为民设想，来替台湾打拼。希望大家加油，多谢。好，我们再以热烈的掌声，谢谢副委员长带来的演讲哈。好，各位同学，我们下课休息哈，等一下五十分回来教室准时上课哈，50分。啊，休息一下。啊，麻烦把椅子向前靠拢。好，谢谢。